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PostgreSQL、er、的数据库啊。今天咱们的标题是，大家请看啊，统计抽出的数据。到上期为止呢，咱们抽出了好多的数据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咱们就要统计一下这些数据，就是咱们的知识点啊。好，咱们看啊，今天的知识点有四个。第一，distinct，distinct 是 Dist 什么意思？过滤重复的数据。第二，sum，sum Sum 什么意思？求和。 你给他一个字段，他把你给的字段所有的值进行一个求和。第三，max min，这是什么？取出咱们指定字段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。接下来，group by group by 什么意思？对咱们的集合呢进行一些个分组，然后呢再进行计算。就今天咱们知识点啊，好，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。啊，实战演习呢不是很难，咱们呢先取出，大家请看 U 字表，咱们球员表里面所有的数据，所有的什么数据？ 团队、球队，然后呢，咱们对它进行一个 distinct，一会儿咱们会看到实际的效果啊。接下来，咱们对这个用户表的所有的球员的得分进行一个集记。虽然这个集聚没没什么用啊，所有球员得分加和得多少，好像没什么用。但是呢，咱们就展示一下这个 sum 函数的使用方法啊。再接下来，就有用了。什么？取出所有球员当中得分最高的那个得分。 谁得分高，谁是这个分数就会显示出来。即使显示分数啊，先不显示名称。接下来求出所有球员中得分最低的是多少分，这会被统计出来。这种 MAX 命令非常常用啊。好，再接下来，再接下来两行呢，是一个子查询。咱们看啊，呃，首先说前面的都是一样，我要选出这个用户，什么用户？得分等于某个条件的用户。那什么条件？我在后面写了，加个括号。大家起看。 这个跟哪行一样？稍等，啊，我再重新画一下。大家看，这个跟哪行一样？跟第三行一样。什么意思、啊？最大得分是球员表里面最高的那个得分的那个分数会出来，然后呢，付给这个分数。那换句话说，我这行是什么意思？取出当前表中最大得分的那个球员的详细的信息，没问题吧？接下来这个数据都一样，仅仅是 min 这儿不一样啊。刚才是 max，这是 min，这什么意思？ 这行语句就是说，取出我当前这个表中得分最少的那个球员的信息。这个地方查询有点微妙啊，但是呢，您应该能够理解啊。如果这个地方您不理解，给我留言啊，我给您再给您讲解细致一些。再接下来需要用到咱们的分组了，怎么分组？按照球队进行分组，然后呢，看每个球队的这个地方最大得分。 咱们这一行 SQL 语句的作用就是说，取按照每个球队进行分组，然后呢，取出这个球队的名称以及这个球队最大的得分是多少，并不显示球员的名称。好，接下来既然这一行咱们执行完了，接下来咱们再干什么？对上面这一行的数据的结果进行一个过滤，怎么过滤？用到 having，having 是什么意思？一般咱们用 SQL 语句都用到这个 where 嘛，对吧？where 什么过滤条件？having。 是针对于 group by 的过滤条件，它区别于对于 select update delete 过滤条件的 where、well、是不一样，但是执行的效果是一样。怎么样？看啊，呃，我刚才按照各个队进行一个分组，同时呢取到各个队最大的得分数。那么我的 having 就是说我只要各队得分最大得分数呢大于二十五的那些个球队。 比如说这个热火，热火可能最高白边得分可能也就十八分、十九分，那他们就不,不会被抽出来，这、就、个、是、感觉好，接下来咱们对它进行了一个过滤之后，再干什么？还要排序。虽然这个球队最高得分呢都大于二十五，但是我想做一个升序排序，怎么做？就 order by 然后 max score。 比如说，这个球队的最高得分有十个球队的最高得分都大于二十五。然后我把这十个球队呢的得分进行一个升序排序，就是最后一个 SQL 文的意义啊。好，那咱们马上执行一下今天的代码啊、哦。首先，我先进入到我的数据库，然后咱们先执行第一个 SQL 文。在执行第一个 SQL 文之前，我先把这 DISTINCT 去掉。咱们先看一下现在数据库里面的团队的信息啊，球队的信息。 大家请看，有两个勇士，一个两个，所以说我这是六条记录被抽出来。好，接下来，哎呦，坏了，我把咋这拷贝过来了，再再来一遍。啊，接下来我加 distinct，看看是什么结果。Go，大家请看，变成五条记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两个勇士这记录是重复的嘛，所以用 distinct 把它去掉，所以说只有一个勇士，没问题吧？OK，这是去除相同的数据。接下来取出表中。 这不是取中表中是累计求和表中所有的得分，试想够一百六十三分。我一共是六条记录，然后这个大家的得分加一块儿是一百六十三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再接下来取出球员中最大的得分数，应该是哈登吧？哎，应该是神龟，我没记错啊，三十一分，这么三十一点三，3, 这是他的最大得分，没有问题吧？同样用 min 取出最小得分，十八分，没问题吧？ 呃，为了帮您记忆，我再把这个球这个球员表所有的数据打印出来啊。看啊，最高得分这些得分里面最高是谁？三十一点三，这个得分吗？就是这儿，没问题吧？然后最小得分是这个白边，十九点八，就是这个，都对上了吧？最大、最小都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这句话。 我要取得得分最高的那个球员的信息，试一下啊、哦。Go，怎么样？神规吧，这个信息出来了吧？为什么出来了？首先说，select user 表上所有信息，星没问题。然后这个让他的这个分数等于什么？等于后面这个表里的最高得分啊。当然，神龟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咱们再来一个最低得分啊。Go，白边出来了，没问题吧？ 为什么子查询这个地儿最低得分就是十九点八嘛？所以说它能出来没有问题。OK，好，接下来 goodbye 分组啊，咱们对所有的球队进行一个分组，然后显示每个球队的最大得分。试一下啊，Go，看勇士的最大得分二十八点三，火箭三十点二，骑士等等都出来了吧？对不对？没问题吧？好啊，这样吧，我再为了给你显示，咱再打印一个每个球队的最小得分吧，好吧？ 其他球队都不变，为什么？因为就一个球员嘛。只有勇士，注意看啊，他不一样了。他由刚才库里的二十八变成了阿杜的二十五。为什么？最小得分了嘛，对吧？虽然只有两个球员啊，但是让您看到了 max 和 min 的区别哦。好，接下来我只想取出排序分组之后分数大于二十五的数据。试想，Go，你看，呃，虽然咱们排序了，但是咱们只取出了。 得分大于二十五的四个球队满足这个条件，对不对？刚才是什么？稍等，我再把刚才记录的弄出来，咱再看一下啊。刚才是五个球队嘛，热火呢是十九点八，所以呢不被抽出来，没问题吧？接下来咱们虽然说是大于二十五的得分，同时我想让他再排个序。刚才咱们看看，没没排序嘛？二十八、三十、二十七、三十一，顺序很乱，对吧？ 那么咱们如果排序的话，按照升序排序，小的在前面，大在后面。就是说，看排序了吧，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三十三、十一。哎，咱们既统计出来了各个球队最大得分，而且呢限制只能大于二十五分，同时呢对他们还进行了一个排序。这是分组求和以及集计包括排序的写写这个写法啊，呃，有点复杂，您最好能敲一下，实际的体验一下。 如果您对这个处理都了解的话，您在编码过程中，在业务处理过程中，我觉得您是没有任何的障碍啊。因为我这几年做这种统计报表啊，用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关键字，所以说呢，通推隆重推荐给您啊，嗯，一定要掌握好。呃，今天就是我所有的内容，今天的内容呢，我会放到源中国的服务器，然后今天的视频呢，会放到 YouTube you、优酷等供您观看，推荐您呢使用 YouTube 进行观看。好，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